ございます。今日は Vlog マス初日です。ちょっと GoPro を買ったんですけど、ひょうちゃんの家に届かなかったので、僕が初日の始まり撮影します。今から、ね、会社に行きます。僕の、出社ルーティーンを今から見せたいと思います。思ってる。そう、それで。てるてててて。好酷！这是我们这次在黑色星期五买的 GoPro， 想说要来跟大家开箱。就是我原本那台相机它不能翻转过来看自己，所以我每次录自己的时候其实都看不到。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要买一台 GoPro 来录影。反正原本8万，然后。我们在黑色星期五买，它就是变成5万，对，然后我们就一起买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煮沙通，嘟嘟嘟嘟嘟。晚上也蛮爽的。给大家看看现在的主下通，平日下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还是蛮多人的。这么多新的店面，会。我们来到主下通的门口了。这个好像疫情前之前的，我疫情前之前的。这个是新开的。ではシチューを作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酒を飲みながら料理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ボジョレ・ヌーボー飲みながら料理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切れを炒めます。炒めます。これ牛肉だったのか。10分間煮込みます。出る牛乳買ってきました。塩バターフランスパン。立ったと思うんで、シチューのねルーを入れ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でれーん、水が少なかったんでね、牛乳をちょっと多めに入れます。美味しい。太阳很喜欢吃这个奶类的东西，都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白酱，嗯，就是这种奶酱。反正太阳很喜欢啊，然后他很喜欢吃这种奶奶的东西 ，cheese 之类的。你看他吃这个，他还要配 cheese。
say our first hello. Scarves and sweaters bundled up in cotton, knowing names that wouldn't be forgotten, laughing over our own sense of humor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 that glow. I'm glad I got to know you. ねえ、それを考えたらなんか後ろめたくないですか。人間がしたことによって、で彼らは文句言ってこないですよ。でもしかするとDNA ちょっとね、異常があったりするのかもしれない。今現在はないって言われてますけど、对，然后今天根本起不来，太累了。对，反正那先来上班。然后昨天辅导的影片，最后因为我发现最开始的地方有一个错误，所以就是没有成功上传，所以打算今天晚上上传。所以 Vlogmas 可能就会拖一天，也就会从明天，十二月三，明天晚上发，就会直接发两天。就是少一天的 Vlogmas 应该没关系吧。好，反正我要先来准备上班了。太阳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什么烤吐司机，所以今天是黑五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就叫他买那个这个，他在打折。有，他原本4000多，现在只要3000多，所以太阳就买了。然后我还想要买这个可以就是架电脑的，但我还在看，因为我就想要可以带出门的。大家黑五都买了啥呢？这是之前太阳送我的花，原本长这样，原本长这样，对，然后现在想要把它做成干燥花。是成功的吧？嗨，大家，今天呢要准备下班，现在是晚上7:30吧，差不多7:30，然后我要去涩谷跟我妹一起搭车回横滨。好的，那我们晚点见。好，安乐。让大家会不会知道我住哪？应该不会。我跟我妹碰面了，我们让她录音，她有藕包很严重，我们现在要回家吃晚餐。滴滴，哎，你不觉得好像蛮亮的哦？开始了，我在想说开始了，哦，超暗的，不用拍了，谢谢。哎，我上班的地方在隔壁，同一条，是的。我们把那个马腿收了，好吧，看到我，我们送老人，大家，今天是 Vlogmas 的第一集。对，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12月3号。但是我想要重录一下我 Vlogmas 第一集的结尾，因为我觉得我录的没有很好。好，总之呢，我们原本是预计每天要上一支，但昨天跟前天拍一拍，发现上班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拍的。对，所以我跟太阳讨论了一下，决定我们应该会变成两天拍一支，对，这样子东西也比较多，就也不会为了
想要就是为了拍而拍，就是这样子，可能内容就很怎么样，就是很就很空泛啦，我怕内容会很空泛，所以我们就决定两天拍一支，然后上。比方说现在是今天是三号嘛，所以三号我们上一号跟二号的影片，就是一号跟二号的日常这样。对，那其实我们这次会想要做这个 Vlogmas 的影片呢，首先先感谢水瓶小姐跟好好日本，就是这两个频道，就是我原本不认识那个好好日本，然后是水瓶小姐介绍给我的，对，很谢谢他们邀请，就是找我们拍这次的 Vlogmas， 很谢谢他们找我们拍这次的 Vlogmas， 然后。我们会决定要拍，也是就是原先我跟太阳都是拍比较企划类的嘛，就是比较多 talk 类的。我们自己会觉得是不是好像跟观众的距离很远，所以才会想说要拍这次的 vlogmas， 就是看我们的日常，就是跟我们一起在东京生活的感觉，想说可以拉近跟大家的距离，对，所以才决定要拍这次的 vlogmas。啊，我讲话是不是太快了？对，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才决定要拍。就毕竟之前剪辑时间比较多嘛，这次可能就是要赶在两天上一支，所以品质可能相对之前会没有那么好，我不知道，我们还没开始剪，就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不确定。但就是这次的目的，希望就 这次 Vlogmas 目的就是希望跟大家可以靠近一点，对，就是可以看到，就非常我觉得非常的赤裸，因为我们没有拍过这种，就是。对，就是这我现在是我家，我觉得是非常赤裸，对，对，但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然后，如果原先就是希望原本以为可以每天看到我们的人，就是不要太难过，说不定也没有这种人啦。反正就是欢迎大家我们就是两天一致的片，大家来打卡，然后跟我们留言，然后说你们圣诞节要准备做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去的地方，想要看的景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跟太阳就会去拍。对，还有这次的相机是用 GoPro 10，我们来看看就是画质什么的会不会差很多。我自己现在看起来觉得还好。对，好，然后欢迎大家都来影片打卡留言，然后告诉我你们的一天在干嘛。希望这次拍这个影片顺利。Vlogmas 的一天就到这结束呗，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